今次同大家介绍喺金闸火车站隔篱嘅 ANA Crown Plaza 酒店。我揀呢间酒店嘅原因，因为佢近火车站啦，交通方便啦，同埋近 shopping。佢离金闸火车站只有3分钟嘅路程，隔篱就系巴士总站。酒店行1分钟就系金闸百花街，同埋行5分钟就系好出名嘅 Mori Mori Sushi。而家带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。呢间房有2张单人床，有29平方米大，可以瞓3个人嘅。以日本嚟讲，呢间房系算非常之大噶啦，同其他商务酒店比。衣柜里面有衣架啦、直立式烫斗啦、拖鞋同埋一个士啤嘅枕头。酒店会每日供应2支水嘅，而我因为系 IHG 白金会员啦，咁喺 check in 嗰阵时咧，佢送咗2支加贺棒茶俾我，个味道咧几好饮嘅，有少少似潮州嘅功夫茶。个雪柜咧系吉嘅，咁正啱酒店楼下有间71，咁你可以买嘢，即系雪柜啦。呢间酒店佢会供应啲 amenity 帮助你入眠嘅，咁夜晚你可以试下用佢嘅蒸汽眼膜啦、浴盐啦，同埋饮下佢嗰啲茶咧，帮助你睡眠啦。我觉得呢个真系唔错噶。上次我哋住博多嘅酒店，佢都有供应呢样嘢。部电视机比较偏细，以欧美标准嚟讲。咁佢有个柜专门有一个热水煲啦，同埋茶包同即溶咖啡俾你免费可以饮嘅。另外，日本啲酒店咧，佢通常会供应睡衣俾你嘅，我觉得唔错。个保险箱咧收埋喺呢一度。我欣赏佢将工作台好阔落，可以挤好多嘢。窗口隔篱有2张细嘅梳化仔，可以唞下、饮嘢、饮咖啡、睇下风景，仲有一个空气清新机。窗外嘅风景系咁样嘅。好似啱啱讲过啦，楼下有间71，好方便。呢间房有2张单人床，我觉得张床呢软硬适中，几好瞓嘅。床单呢都几滑正嘅，唔系好似我去过啲温泉酒店呢，啲床单真系好粗糙，瞓唔着咯。厕所几阔落噶，有个免治马桶啦、浴缸同埋洗手盆。佢哋用嘅番碱啊，嗰啲全部都系 house brand 嚟噶啦。今次嘅房间介绍咧，去到呢度，多谢你睇我呢条片。如果你中意咧，唔该你 follow。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啦，我系 YouTube 嘅初哥，我会继续介绍多啲日本嘅酒店俾大家嘅。